大家好，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孙氏太极拳。孙氏太极拳一共有73个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学习第一个动作起势，大家跟我一起，两脚分开，好，脚尖向外，脚跟并拢，两手轻贴裤缝，好，微微的移一点重心，好，右脚内扣，身体向左侧转。脚尖向里扣的时候呢，身体略微向左侧45度啊，身体转到从正前方转到了左侧45度这个状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脚呢，两个脚之间的夹角应该差不多是45度的左右。起势动作分解，八字静立，扣脚左转。那我们第二个动作懒扎衣，大家跟我一起啊。好，先看我做一遍。好，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啊，我们先叉腰好吗？对，叉腰。好，两个脚。好，右脚屈蹲，左脚呢脚跟抬起来，左脚的脚跟抬起来。好，接着左脚向左前方上步，好，根部。那么脚尖呢是斜的啊，对着你的前进的方向，后脚尖是斜的。好，接着往下，根部完了以后，把我们的重心落到右脚，然后扣左脚，扣左脚。好，接着右脚向外摆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右脚向右前方上步，又做了一个根部。好，这是我们脚上的。那下面呢，大家跟我一起学习手上的动作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起手的时候呢，记住大拇指领着往上走，就我们基本上大拇指跟我们的这个肩同高就差不多了啊。好，好，往下，注意手指的方向啊，不要翘手腕。好，起到胸，向前伸出去。好，接着我们的右手手心朝上，左手放在右手的这个腕上就可以了。选一个半圆，好，屈臂到我们的耳旁。好，然后向前一起推出去。好，好，我们手脚一起啊，手脚一起。好，首先起手，大拇指食指引领着啊。好，注意我们的这个手不要太宽了啊。好，屈蹲，屈蹲的时候手就已经到哪里了，到我们的这个腹前，哎，在腹前。好，左前斜方上步，上步到胸前，根部出手，根部出手。好，落脚扣，手心慢慢翻转，摆，脚尖向外摆。好，屈臂到耳朵旁边。好，上步跟，跟的时候同时将我们的手按出去。懒扎衣动作分解，两臂调举，屈膝下捋，根部伸展，转体平摆，上步收掌，根部推掌。好，那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第三个第四个动作，就是我们的开合手了。这个开合手呢，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手法的时候已经讲到了，但是这个里面呢，因为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步行去讲，就是我们的脚底下的内容一起去讲，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动作重新的又复习一遍。好，下面大家先看我做一遍。
好，还是从我们的下肢开始啊。好，我们先不做这个上肢动作，根部啊做下肢。好，根部动作。好，捻脚，扣脚，转正摆正啊。好，下面我们把手上的动作啊，手上的动作呢，一转身就开，然后接着就合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开跟合的时候一定记住是平开然后直接合就行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手上跟脚上一起捻脚扣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开。好，等到我的合的时候呢，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右脚踏实，左脚脚跟抬起来啊，左脚脚跟抬起来合。开手动作分解，转体开掌。合手动作分解，提踵合掌。好，下面呢第五个动作我们讲单边。好，出脚单边。好，单边这个动作是左边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是往左侧迈步，它是一个横跨，横跨出去以后，我们的左脚的脚尖呢是要内扣一点的，膝关节呢尽量不出脚尖，不要出现这种动作，膝关节不要出脚尖。对，然后呢我们的后腿呢，重心虽然在左脚，但是后腿还是处于一个微屈的状态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胯是打开，然后微微收一点啊，不要这样顶着，也不要往里头撅着腿、啊、身体是立起来的。手上动作呢，开合完了以后向外，手心向外分啊，你看这个掌慢慢的向外打开，慢慢向外打开，哎，好，慢慢向外打开，然后像抹杆一样的向两侧分开，两侧分开。下面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做啊，出脚开手，手往外分，然后平开。单边动作分解，跨步单边。